那你可以的，今天没有人数的问题。今天没有人。继续开会，请宣读讨论事项。一、处理100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内政部营建署预算冻结项目报告案计时案。说明：以上十案系100年3月4日第七届第七会期第三次会议决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二、处理100年度中央政府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特别预算有关内政部营建署冻结项目报告案计两案。说明：以上二案系100年2月25日第七届第七会期第二次会议决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三、处理100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动预算冻结项目报告案计两案。说明：以上二案系100年3月4日第七届第七会期第三次会议决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宣布完毕。本日我们继续审查营建署及建研所预算解冻案，共32亿3619万4000元。在程序上，我们依例先请部长做综合性的报告，并做综合性询答之后再进行处理。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确定继续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好，那我们刚刚也宣读完毕了哈。今天列席的政务官员内政部是江部长，谢谢。营建署叶署长，谢谢。建筑研究所何明景何所长，谢谢。会计处康盛松康会计长，谢谢。行政主计处李义军李专门委员，谢谢。现在请江部长做综合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早。首先向大院各位委员对本部及所属业务推动之支持与策力表示最大的谢诚。今天请就大院第七届第六会期审议本部主管100年度总预算案、营建署及建筑研究所部分，以及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特别预算案营建署部分所做的决议预算冻结14案办理情形，简要报告如下，敬请各位委员指教。第一部分冻结项目，100年度本部营建署及建筑研究所单位预算冻结12案，及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特别预算案冻结2案，其内容请参阅附件一。第二部分办理情形，在第一案方面，营建署办理的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推动计划，具体的作为有：依据全球生物多样性保育的议题，推动自然人文保育工作，推动中央山脉的生态廊道计划，建立国家公园与原住民合作伙伴关系，推动生态旅游、保护区交流活动及环境教育执行案等。另外也办理了国家公园计划审议规范及书图制作规则计划，针对国家公园计划书图之内容格式做具体规定，对环境教育之执行能有实质的影响。第二个冻结案部分，本项经费主要是应用于委托原住民办理园区环境及办公厅舍的清洁外包、生态环境及设施巡查外包等，以加强园区的生态资源维护，达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环境教育的目标。在第三案的冻结方面，本部已成立内政部都市更新推动小组、都市更新推动专案推动小组，以及设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等，积极主导推动都市更新。在第四个冻结案方面，国家地理资讯系统的建制及推动10年计划是一个长期性的分期计划，第三阶段经过行政院核定，自1995年到104年执行，是运用高解析遥测卫星影像资料，侦测土地利用变迁情形，透过网络办理变异点网络通报查报机制，并且运用高科技数位方式，改善传统土地利用违规查报取缔方法，以防堵国土破坏行为，达成国土永续发展的目标。海岸环境的营造计划98年到103年的这一个计划，是海岸富裕及景观改善示范计划，那是在98年到103年间分年编列预算，补助县市政府办理海岸地区的减量富裕以及环境整理工作。在第五个冻结案方面，海岸环境营造计划98至103年度副标题海岸富裕及景观改善示范计划，系于98年至103年间分年编列预算，补助县市政府办理海岸地区的
减量、复议以及环境整理等工作，详细内容可能要请参议院附件六。在第六个冻结案方面，本经费系为办理各直辖县市政府报本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的都市计划变更案所需，这件事情涉及到全国都市计划审议执行事项。另外，实务的执行容积奖励项目，如果是属于依都市计划程序规定者，仍得依主要计划中各项奖励容积加总后之总容积上限来规定办理。第七个冻结案方面，本部的营建署自1997年起编列都市更新推动办公室及都市更新专业整合机构委办费，以协助政府为主的都更案专案管理及整合作业，加速推动公办的都更案。第八个冻结案方面，本计划是办理各直辖市县市政府简易绿美化的竞争型补助以及政策引导型计划等类型的补助。该计划自1988年起至1999年底，补助软硬体的计划约具有6700余项，对创造具有本土风文化风格、绿意盎然、四亿美值的永续家园已经具有成效。第九个冻结案方面，本计划是办理竞争型补助及政策引导型计划等类型。1999年度适逢县市改制直辖市，改制县市提早观战，令受到多次流标以及招标作业的延误，一直迟延到6月及8月，使核定等因素，以至于执行力不佳。为了改善执行力欠佳的情形，本年度预定的改善作为如下：流标超过3次及未于期限内办理完成者，办理撤案。100年度审查作业已提前于1999年7月开始执行。另外，加强督促县市办理，必要时赴该等县市加强督导办理的绩效及进度的评鉴，作为后续补助之依据。第十个冻结案方面，本计划系采取竞争型评比补助全国县市政府办理示范工程，其中主要补助项目为改善既有的市区道路之人行徒步及自行车骑乘环境，增设植栽绿美化面积及旧有设施整并减量与共构。1999年度预算达成率为95.50%，100年度预算分配经过评选后，已经在1999年11月26日函告地方政府核定案件及补助经费。本计划系配合国家永续发展与节能减碳、建构绿色交通网等国家重要政策，除保有当地生态景观、地区文化特色外，并以建立以人为本之优质生活环境与提升都市环境品质为目标。第十一个冻结案方面，本计划主要系应用大型结构材料与风雨风洞实验设备进行实验的研究，检讨建筑物耐震耐风结构及材料相关先进技术规范，必达法令规范与技术的本土化，同时也会推动先进建筑结构技术之研究发展，对于国内建筑物新耐震规范以及先进技术工法的发展与推广，具有实质引领的效果。第十二个冻结案方面，生态城市绿建筑推动方案副标题补助其他中央机关经费方面，主要是补助不符合节能减碳、生态环保之中央机关及国立大专院校等既有建筑物进行改善工程，并提供改善方针及专业技术咨询等辅导工作，以达到建筑节能、缓解都市热岛效应与改善环境生态之目的，扩大绿建筑政策之推动。第十三个冻结案方面，本计划是分年补助各地方政府办理都市更新计划地区公共工程辟建及地上物拆迁等费用，借由以政府为主优先推动方式，提高招商诱因，带动民间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及促进经济活络。第十四个冻结案部分，本计划为配合政策及解决地方重要生活圈道路交通问题，协助完成健全路网，将具有交通经济效益且具有重要性、急迫性或特殊专案性质，如危险路段的这一些地方，急需要中央专案补助新辟之市区道路中的新兴以及延续性工程，采竞争性的审查及评比机制原则办理。100年度计办理了127件工程，其中工程类114件，用地类13件，已经将民办工程项目函知各县市政府及各区工程处，办理用地取得及规划设计前置作业，后续仍以滚动方式来调整预算及积极督促相关单位全力赶办。最后是结语，
本部及所属一百年度单位预算及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特别预算，业经大院审定支持通过。本部尽并审慎督促，全力积极办理中。有关前阶预算冻结案，敬请各贵委员会同意动支，必力各项业务动支的推动。以上简要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李四先生赐予指教支持，谢谢。现在开始询答，依例我们一样10+210:30截止登记。现在请登记第一位陈廷飞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内政部部长。请江部长。陈委员早。部长早，部长我请教一下。台江国家公园哈，这个什么时候成立的？你知不知道？台江国家公园98年成立的。98年12月28号成立。是的。那你知道吗？在99年，我们顶多营建署移拨了6-7千万，让我们台江国家公园用。然后到了100年呢？编了一个1亿9700万，结果呢到了101年，听说现在好像没有钱了。你知道这件事？我的了解是各国家公园今年经费都有减缩，但是不至于都没有钱吧？不至于都没有钱了哈。因为一个那减缩是减缩多少？这一点我能不能请营建署长？好，来署长，请叶署长。陈委员早。早，请问一下，那个国家公园在101年的预算可能减缩多少？跟委员报告哈，那因为国家公园的预算它都编在公共建设的经费里面，那如果经建会会诊出来的公共建设的经费，大致上需要2000多亿，但是行政院主计处只有给884亿，所以在目前刚才陈委员所提的国家公园在公共建设经费目前暂时是挂零，这个是没有错，没有错。不过我们暂时是挂零嘛，哈，在我们各部会所提的公共建设啦，提到主计处是要2500多亿啦。结果呢，主计处框列出来的才要给我们880亿啊，然后呢就叫你经建会呢自己去做调整，那当然呢你这家小鸡就被排挤掉啦，国家公园这只小鸡就被排挤掉，但是台江国家公园它是新设的诶，它都还在萌芽的阶段诶，结果经费不但没有增加，听说今年编出来的钱本身在你们内政部的部分营建署所提报出去的它就比今年还少了，就已经比今年还少了，那比今年还少，然后现在送到主计处经建会还在那边东山西山，而且还有可能是挂零，那这怎么办？报告员，这个我相信了哈，但因为现在整个行政院在筹措经费啊，那101年是因为我们以前把很多特别预算振兴经济或者这是转到公共预算来了，所以在整个编列上是有一些困难。不过当时候你们在编这个扩大这个振兴经济的时候，或是扩大建设，我们就跟你讲要小心。如果未来没有特别预算，这些部分回到公务预算当中，是不是会排挤到其他的？你们当时候都说不会，现在问题就发生了。问题是我现在要问我们营建署，问我们内政部，你台江公园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当然是真的，当然是。你不要在98年12月28号成立之后，然后现在呢？经费不但没有增加，还逐年减少啊！逐年减少，还有可能是挂零的。哇，包括这个台江国家公园是因为没有在国家公园系统里面，它是因为它是第一座
这个湿地型的，而且是在地方上大家非常重视，所以我们在八座国家公园里面是给他的经费。如果我是说，如果按照比例来讲，他我们都是优先，因为我们知道他刚刚成立，所以会给他优先的。但是现在目前，我只是说目前暂时，那我们也在积极跟行政主计处来说明，跟经建会来说明。我这边有你们国家公园的编列预算啦，台家公园没有特优啦，也没有得天独厚啦，我们只是要求不要遗忘了我们，不会，不要忘了我们的存在，不会，不要让我们台江国家公园才在这个98年十二月底才刚成立而已，又要面临要饿肚子了，又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是不是整个我们当时候所讲的一个第一个湿地的台江国家公园，我们内政部非常重视，我们国家非常重视，会不会只变成一个口号？我担心的是这个部分啊。不会，跟委员保证一定不会。好，那如果到时候这个钱筹不出来呢？这个中央还是要求说，经建会你要从这个所有的公共建设，你还是只能框列800多亿，那到时候怎么办？跟委员报告，行政院也了解这个问题，只是一定会想办法。问题钱就是这么多啊，还是再继续举债，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这个财对，这财政调度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署长，那个我请教部长好了。是委员部长。这个是现实面的问题啦。是的，我也知道你会一定会说那是财政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回答，但是不是财政的部分，这是一体的。是，你今天在整个框列的这个预算当中，他没有办法去做支应，你们势必就会被排挤，预算一定会被排挤。好，今天要排挤到谁？一定是越没有声音的，像这个国家公园是在边陲的，在南部的，哎，反正我声音听不到，所以我就先牺牲你们。很感谢委员。哎，我现在怕的是这个样子，哎。国家公园在内政部的施政里面算是很重要的一块。部长，委员，我上个礼拜台江国家公园哦，台江国家公园，台江国家公园哦。这个是在98年12月28号成立第一个湿地的国家公园。我要再一次拜托我们部长，拜托我们的署长，101年钱经费不能比100年还少，因为它是在萌芽的阶段，它只能往上爬，不能往下掉啊，你知道吗？这一条路在起步最难，你起步走得不好，后面都不用讲了，如果起步走得好，后面可以节省的经费就更多了。所以部长，这个部分麻烦一下营建署署长，拜托一下。经费方面我们会极力去争取。哦，这个麻烦一下，来，部长，那个请署长，请说。部长，我请教一下哈，你昨天哈在回答这个立委跟总统并选的问题哈，你有提到一个，就是说看守期有三大原则哈。是。这个三大原则。是，就是说即使没有通过总统副总统交接条例草案，还是可以依这三个原则来做处理。第一个就是人事冻结，也就是说如果在1月14号选出新任的总统，他不是现任的总统，所以他就可以马上来进行人事冻结。然后呢还有冻结新预算案，还有不能有重大决策。那我要请问部长，是，请问这宪政看守的三原则要由谁来监督总统？要由谁来监督总统？向委员报告，当我们讲宪政层次的惯例或者是做法的时候，几乎就可以说是全民都有这样的共识，所以到时候对整个总统是来自四面八方。好，我说这个机关是谁？在你总统副总统交接条例的当中，你们还有定一个主管单位哦。那你今天如果在总统副总统交接条例草案没有通过，你定了这三个原则，当然全民都期待嘛，进入到整个宪政体制当中，全民都期待嘛，全民都在看嘛，问题是全民有在，全民在看有什么用？诶，这个总统还是目前他还没交接之前，他还是最高元首哦，他还是国家的元首，他掌握了所有的机器哦，那请问这三个原则要谁来执行？向委员报告，比较细节的这种主政机关的规划，随着我们如果
总统、副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能够明定的话，自然就会很清楚，甚至连他部长办法都会出。部长，你说的是。你昨天说的你忘记，你说如果这个交接条例即使没有通过，还是可以依照这三个原则来执行，所以我就要请教你啊，请教部长啊，那依照这三个原则谁要来执行嘛？所以这个根本又是一个空炮弹嘛，怎么可能有谁敢来执行呢？执行这三个部分，谁来要求你总统？你的人事要冻结哦！你在1月14号，你马英九落选了，你就不能再禁用人事哦。还有谁能够来要求说你预算你不能再动哦？再来，还有谁能够要求他说你不能做重大决策呢？那哪一个是重大决策？哪一个不是重大决策？那由谁来决定？还不是总统啊？所以嘛，部长，你所说的这三个原则完全没有办法说服所有的台湾人民。而且部长你知道吗？你们所付出的成本其实我想一步一步慢慢都发生了。我们不是说不行总统立委不能合并选举，不是，我们要求的是要长远的规划，长期的计划，而不是这样的一个急救章。你有看吗？与总统选举撞期，明年学测拟延后。因为呢，在明年的学测，它的基本条件就是说，希望在这个春节之前，赶快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安心，赶快考完，让他能够安心顺心去放春假。所以呢，当时候大考中心也决定说是要在1月14号。结果呢，在昨天应该是19号丢出了这个，也应该说了吼，反正就是已经准备原本就拟定好的版本了吼，中选会丢出了要合并选举。委员，您问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您一直在问中选会的事情。没有，部长，我要请教你，是，我要请教你，这个就是我们要付出的成本，你知道吗？现在了吼，大考中心说的。他们现在在等待中选会的回答。对，您一直有提到在等待中选会的回答。所以部长，我没有叫你回答，我没有叫你回答，我有叫你回答吗？我没有叫你回答，我只是要提醒你，在陆续你们后续会做出的一些付出的社会成本，现在陆续就看到了。再来，还有部长，部长，我想再一路来，再一路来，我没有叫你回答，我没有叫你回答。我没有叫你回答，因为你一直讲你们，所以我就没有叫你回答。因为中选会基本上哈已经非独立机关了啦哈，这个你就不用再辩解了。这内政部本来就比中选会还大了，为什么我会这个跟您提醒哈？因为您回去就会跟中选会提醒。好，所以你要记住我所讲的话哈，我跟你提醒呢，内政部就会去跟中选会提醒，所以内政部长，我要提醒你，回去会交代，那就你的市长也是中选会的委员哈，所以你不要去推了那么一干二净。中选会委员之一，那个部长，我要提醒你了哈，我们希望在整个看守期的部分。一路来我们要付出的社会成本非常的大，不是那五亿就可以解决了。你说省了五亿，我们可以减少多少的社会成本？可以多少的社会成本？ 我们希望说今天我们内政部当你们在办选政的部分，好，你们要用你们的心去办，而不是为了要怎么让马英九继续连任这样子一个方向去办。我们会办好选政，而且你所谓的希望你再去研拟清楚，好，你所谓的宪政看守期在总统副总统交接条例还没有完成之前，你说的还有这三个原则，时间到，请你来继续提出到底这三个原则要由哪一个单位来做主管单位，要来做组长的机关。谢谢。谢谢委员指教。好，谢谢陈廷飞委员。请简东明委员发言。主席、与会人员，现在有请叶署长。
啊，请营建署叶署长。简委员好。署长你好。这个月13号，我们喇嘛下区雷山里到我们贵署做一个陈请案。当时刚好就是配合我们营建署在做玉山管理就是管理署啊，叫国家风景区的一个铜板检讨。但是我们这些乡亲他们是半夜出发一部游览车，天亮刚好到我们台北。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们陈情的过程当中当然是不是署长主持的了哈，这同伴检讨不是署长主持的，我个人也亲自去参加了，前半段去参加了。因为他们陈情的理由当然是希望能够划出玉山国家公园风景区管理处，希望能够划出他们发言跟涉那个诉求，我想都非常的理性。这个案件他们已经等了20年。他们的理由也相当充分，写的都非常的清楚。这个联署书都准备的非常的齐全。但是因为到最后是变成审查委员会的开会我们必须离开。离开了之后到最后这个情形如何，不晓得署长了解不了解。跟委员报告当然我非常清楚梅山地区的期待跟问题，因为我是首任的处长，那个地区我也常常去那梅山村他们的需求或者是他们写的这一些理由我也都了解，那我有看。那通盘检讨它整个程序那一天是在专案小组会议那这个专案小组会议有一个结论以后，那会到国家公园计划委员会来那现在的阶段只是在专案小组会议。那当然专案小组会议也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那当然我必须要听当地居民的意见，那当地居民的意见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但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因为他那个是一个专案小组，那有召集委员我现在比较不方便跟委员报告说那个到底结果怎样但是跟委员可以很明确的表示说，当时这个署长因为时间有限当时这个主持会议的是副署长嘛？我知道，许文龙，许文龙，许副署长嘛？对对对。我也要求他今天会议完毕之后希望结论也能够让我知道。他说好，现在已经是22号了，我还没有看到当时开会的结论。当然，我审查委员会的一个结论不一定就是就是一个结果。对。还要呈报。计划委员会，计划对大会的。还要呈报到大会。对。但是我始终觉得。那一天呢、这些布农族的乡亲就是梅山里的布农族的乡亲他们期待20年，他们也一再的陈情那一天我们医管处的这个处长陈处长也做了一个报告他报告的很详细，他也讲说原则上同意原则上同意，但是我是希望说能够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决定。那里面的那些审查委员会，我相信他们也是非常了解，也非常同意我们这些乡亲的这些需求。是是。所以当天的结论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结论。但是据我所知听说我离开了之后，我们乡亲一离开之后好像跟我们前面所谈的前面所谈的跟后面所谈的又有两个。又变成另外一回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心里面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纳闷。因为你把一个村庄你把一个村庄纳入到这个国家风景区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不便，尤其在原住民地区原住民地区是
靠山吃山嘛，因为太多的限制，什么样的限制他们都已经把这个通通一个一个提出来啊，真的是诸多的不便。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的申请是有理由的，是有理的，而且经过这么多年，他们还能够啊这样的温和的啊这种诉求哦，他们那一天本来是啊相当的愤慨啊，到经过我跟他们沟通之后，你们还是好好的这个诉求，每一个人发言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听到真的是造成了他们很多生活的不便，正是影响到他们的经济，他们连出入在那个自己的生活环境、自己的耕地出入都有那种恐惧症。像这样的情形，我总觉得说，包委员这个是误解了哈。不过就是专案小组会议当然结论有了，但是他据我所知哈，还是偏向于会尊重你们的意见啊。我只是这样，我说大致上的哈。不过这个还有一些程序要办的，我大概我只能够表达到。是的，因为我出来之后，我参加那个。不会的，不会的。啊，不要说不会了，不会，是不是？你是不会了，你是不会了。但是我出来之后，里面还在开会的那些人员里面，啊，下午就到我这个地方来说，哎，委员报告，你们走了以后，跟前面的情形好像不一样哦。跟委员报告，就是我很怀疑你们副署长哦。不会的，那喜副署长主持会议，好像是变成脸面人。我们在的时候，哎，讲的还头头是道，跟委员报告讲的还不错。我们一离开。好像就变成另外一个人。跟委员报告，我在国会殿堂讲的所谓的不会，那他是一定有必须要负责任。这个就所谓不会的意思，大致上他已经很清楚了。因为你看，现在他们所造成的地主哦，人自己进入自己的田地，都是有恐惧症。另外呢，只要冒一个火，他们搭了一个公鸟在那边耕作。搭了一公了，只要冒一个火，警察就来了，森林警察就来了。不会啦、啊、没有那么严重了。哎，真的很严重啊！首长，你们真的不知道，现在住在这个地方，你没有住在这个地方，你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了。那个、啊，我跟村长也很熟，我记得是严村长吧。我这个，啊，现在因为你们这个国家风景区，当然都是保育啊，整个都是保护啊。啊，现在猕猴啊，那个什么那些山猪啊，报告就是说，这个村民的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活，我们影响他们的农作物，非常谨慎慎重的来考虑啊。但是因为有一些程序需要走了，但是前面讲的很好，我们那些乡亲来申请都听了，这个可能啊、政府真的是重视他们的生活，有重视啊，重视他们的生活。警告情形之下，可能会有通，可能会通过。后来我们听到的消息。又是另外一回事，不会，政府做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委员，那我在这边讲，大家必须要负责任，这个是不会。所以呢，这个整个也不大，面积也不大嘛。是，只是他们生活范围内，部落周围生活范围内，希望能够画出来。是，他们的要求只是这样嘛。是。所以希望我们营建署这个地方能够正视这样的问题。是。80年列入之后，到现在刚好100年，整整20年。好，列入之前啊，他们啊，当然你们的说明啊，都提到说啊，将来啊，对地方的这个发展呢、对生活方面呢、包括建设方面啊，都会很大很大的这种那个贡献啊。结果他们所得到的是相反的，不会相反的。像这一次88水灾，我们也准备要花1600万还是1800万，他要有一个那个署长，88水灾啊，不单单是营建署的工作了。但是也是政府的工作了，但是并不是因为说这个国家公园的问题、我知道，但是我们用特别预算，那这个还是营建署在做哈、哦。那我们请那个依山医管处啊，对那个地区的安全啊，真的是要好好去做。你们这次是第三次的这种铜榜检讨，对，是在每一次就是经过要五年才铜榜检讨一次，你们这是第三次，是成立之后的第三次，是的。这一次假如没有给予他们同意的话，可能会。他们会更激烈的这种是陈述跟申请哈、甚至抗争是，所以我想这一次希望能够慎重处理这个案子是会而且要相当的这个，假如说哈、你们有不同意的那个情形之下哈、要有相当的理由
是没有相当的理由能够说服这些啊当地的居民的话，我想这是影响蛮大的。会是所以我们署长希望能够重视一下。会所以我当时我出来我非常纳闷，我说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还是继续会追查这样的问题，追究这样的问题了。是另外也希望当天副署长一讲说结论会给我啊，会最快的那个速度给我啊。会的，这等一下，因为会议记录他们。所以我们不讲，我们不讲，就等于是就没有了。不会的，不会。什么不会？不会的，我也。说了你这样讲，我真的是也不会。当天本来说，会议完毕之后，那委员他就要给我，现在已经几天了。跟委员报告，他会议结束以后，因为文字稿嘛，总是给他一点时间整理的。假如这样讲可以啊，但是当时没有这样讲啊。是的。当时乡亲都还在里面啊，都听到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他们那是议员包括他们市议员地方干部现在都问我当天不是说下午委员应该就知道了。最慢我说那为什么最慢明天以前给你好不好，我说文字会议记录会议。所以我不要每次我们咨询了或是那个提出要求了你们才会有这样的动作。当面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要不然我们怎么面对这些乡亲。是因为他们只当天就跟我讲，委员你得到这些结论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告诉我们到现在一再打电话来，我手中没有这样的资料他们又讲说那难道营建署又在骗我们了吗？不会的，营建署不会骗这个，我们还是会很慎重。不会骗这个就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所以你们工作效率的问题明明对没有答应还好，是有答应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喜副署长以后主持会议不要乱答应。是要不然讲了就要做到。是另外那个有关这个八八水灾的问题这个饮酒屋的问题，因为我没有时间再咨询了。是阿里山的部分，是阿里山的部分现在已经是快两年了，他们现在还在那个沟通，还在协调还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实在是严重落后了。他们议定要兴建永久屋的地点到现在都还没有做一个确定，实际上他们非常坚持，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是安全的，我们政府单位应该是给予尊重的情况之下，你们营建署应该是马上做基本的那些工程。但主要县政府跟居民协调好重建会，那营建署一定会倾全力尽快来办。对，我是要再提醒一下我们营建署是阿里山的部分严重落后。是谢谢简东明委员，请黄伟哲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江部长以及各位列席、各位长官，是不是请一下叶署长？请叶署长。黄委员好。署长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我们营建署现在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全台湾30年以上的老旧建筑有75万栋达不到耐震5级的标准。是吧？是。你们有这个统计是怎么评估说它达不到耐震5级的标准？是反正30年以上都达不到还是怎么样？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们那个耐震标准你是怎么评估的？不是，就是说我们所谓在建筑技术规则里面那个耐震标准是在我记得是在民国90年以后的事情。是那921大地震以后在97年、99年还有在今年的4月1号都有一些修订对，那所谓75万栋达不到5级的标准，就震度5级，因为那个75万栋都是在我们公布我们所谓的建筑技术规则的耐震之前新建的，对，都是以前新建的，所以以前新建就一定达不到5级。不是说一定，他你说你们上面是这样公布的是就是他是在耐震标准公布以前的所盖的房子，应该是这样讲。对啦，所以说你们
你们这个部分要比较说明清楚，是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嘛，是是，对不对？这第一点，要不然你看这个立法院也是30年以上的，是, 是啊，我不知道耐不耐震啊。对，我觉得其实你们还有一个数字是目前列管的老旧公有建筑物，你们列管多少老旧公有建筑物？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我们有一个耐震补强的一个实施方案呢、啊。对，那这里你们列管是怎么列管的、啊？就是各部会的，各部会，因为在这里面呢、啊，当然教育部还有卫生署，因为它包括医院、学校这一部分有一些老旧建筑物了哈、嗯。那学校的部分，因为我们有利用我们那个振兴经济的一些经费，我记得大概300-400亿、嗯，所以他们补强已经到，我记得是44%，是、啊、大概到44%。那现在各部位因为、公有建筑物只有33%，对，这个那个是全部了，那个是全部、嗯。如果分部会来讲，现在成绩最好是教育部，教育部，哎、是教育部、哦、那比较差的，你们内政部呢？内政部大概16%-19%之间，是比较差的。中先去补别人，再来补自己，不是这样讲，鲍委员，这因为耐震补强需要编公预算，在公预算在编列的部分呢、啊，可是你知道吗？你说补强是33%啊，应该是这样算啊，说所有的老旧公有建筑物里面，只有8%完成耐震评估，这8%里面只有33%，也就是只有它的三分之一，8%的三分之一完成补强。是吧？是这样说的，是啊、哦，所以就坦白讲，那个比率是相当低的。说你只有6%的建筑物完成评估，那评估之后，哈、哦，这个通不过这个耐震，这耐震系数不佳的，只有要进行补强，只有33%完成补强，没有错，是吧？是啊、哦，所以说你应该比较清楚的一个数字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如何有一个时程表，如何把这个。所有公有老旧建筑物的耐震评估啊，因为公有建筑物为什么要评估？因为它是很多是出入的地方，没错、哦，是。所以你们要先完成这个耐震评估。好，譬如说，如果公有建筑物有20,000栋哦，20,000栋里面啊、都完成耐震评估了，里面有10,000栋这个通不过有这个通不过耐震评估，它这个耐震系数有问题，抗震系数有问题，所以说。啊，这个要进行权，你才能够知道编列多少经费，分多少年，逐年来做嘛。那你们估计这样做的话，你们大概潘委这个，但江部长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啊。那曾经找我们开过几次会，嗯、啊，那现在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可能是必须要先从卫生署所属的医院，嗯，医院这有些优先顺序、对对对，就医院、哪些优先？医院还有学校。医院学校优先、哦、这个是要先优先的，嗯，那学校因为政府这几年预算编列，总统府有没有做过了？总统府是他只做过拉皮而已，还是有没有做过拉？做过拉皮，因为它是一个历史建筑物啊、嗯，所以有没有做过补强、还没有，还没有，有没有通过抗耐震评估？还没有做。对不起哦，这个对不起，我真的要查一下这个。对你让马总统跟萧副总统身处为地呢，是吧？因为它是一个历史建筑，而且历史建筑一回事啊，元首安全是另外一回事啊。是是，我们对不起啊，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你是想要这个横山指挥所，他总统发生事情，总统可以很快的到横山指挥，他没想到总统府是最危险的。是是，你要不要承诺一下，尽早多久？尽早会。好，尽早完成评估。是，如果通不过评估，看总统到哪边办公去，他先这个地方先补强。我们会尽快，我因为地震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啊。把结果告跟委员报告，好吧？嗯，好，这第一个，你有没有办法一个月去做？一个月内开始做？没问题。一个月内开始做，没问题。那行政院呢？吴院长，啊，也没做。这个院副总统热门人选，你把他放到第十顺位啊？鲍委员是这样的哈、啊，当然如果说你内政部或营建署先不做，我可以理解哇，因为你们先去处理别人，不会先自己弄自己。我们这个，可是问题是，
包委重要的这个场所。包委，我跟委立法院，你放在后面的也没关系。当然，这一部分也许是营建署疏忽了哈，不要说疏忽，但我希望说你们尽早做，是，好不好？是一个月内去把总统府跟行政院，好，先做起来，是，好不好？好 ，OK。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营建署啊，这个拉皮计划执行的怎么样？现在执行的应该是蛮顺利的，而且是有效哈。嗯，那怎么顺利有效？给我数据。那个来是，对不起，我请我们这个组长报告一下，我们有件数了，还有完成的这个件数，好不好？好，施作件数完成件数，预计件数。陈金龙陈组长，组长。我们99跟一，99、98跟99，98跟99，我们有大概有565件的公共建筑的拉皮，565，都已经完工，都已经完工。那预计还要做多久？多少？因为那个是特别预算，那未来我们是补助给民间来做，补助准备多少钱补助？我们未来大概有5亿，5亿，那已经执行了多少亿？今年开始，没有过去执行了多少？哎，科长站旁边啊，不是，那个民间提词儿，过去是公共的特别预算啊，公共建设特别预算，那个是2年期的，对，已经执行完了，执行多少钱？15.65亿。15.65，接下来每年5亿，是吧？对，好、哦，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哦，这是公共政策可以讨论的。那施政的优先顺序，如果是你，你会先着重在抗震，还是先着重在拉皮？先着重在评估耐震，还是先着重在拉皮？来，署长，请问署长。报委员是这样哦，因为、我们抗就是耐震这一部分跟拉皮这一部分。它是分属不同的。你皮都拉得很漂亮，地震一来就垮，那有什么用？但如果施政的优先顺序就整个部会啊，或者是属本部来讲，当然可以并做，但是有轻重缓急啊。这个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安全比较重要。如果是你，你会比较着重放更多的预算在耐震，但是以及评估。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营建署编的预算只补助。各机关去做初评跟互评了、是。那真正互评出来，如果它是需要耐震补强的话、是由各机关自己去编列预算。好，所以那我想请问你，补助各机关做初评跟互评，你们预算多少？可不可以？组长，科长，报委啊，几千万？他不是，他们是都计组了啊，他们负责拉皮。哎、那个，对他们那个另外一个是建管组在。提绷紧一点啊、是，那想请问一下，那谁负责这个在建管补助？我可不可以等一下给委员数？好，请等一下给委员数。我只是告诉你，我们要知道，就这个你们施政着重。如果你们编了很多钱，像过去扩大内需，编了10几亿。好，2年编了10几亿，这个特别预算，今后每年都编5亿来做拉皮，然后可是你们抗震耐震的部分就搁在一边，慢慢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有头重脚轻，只重外面，只重门面，不重实质的感觉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部分，也许当然各部会他们重不重视，也是他们自己要做，公有建筑各单位重不重视，他们自己要做，但是你们既然要补助人家初评复评。然后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当然是要让他们尽早自己去编列预算自己去做。是，如果你没有连评都还没有评，连估都还没有估，那你怎么让他们能够去编列预算来做？是，所以我建议这个部分轻重缓急你们还是调整一下，你们过去也是常常是以缓济急啊。是、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是比较急，你看总统府都还没做嘞。是，马总统今天一定觉得心里毛毛的。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部分希望你们能够调整一下。是，好，谢谢署长，谢谢各位，谢谢。
现在继续请吴委员立身咨询。谢谢简委员，各位列席政务官，麻烦我是不是请那个叶署长跟建筑研究所的何所长，好不好？请两位。好，请叶署长跟建筑研究所的所长。所长，所长好。对，我们政府的所有五院跟总统府，在921之后都没有做任何耐震评估吗？我刚才查了一下，请我同事查了一下哈。因为它是一级古迹哈，那是属于文建会文资法在，所以在营建署来讲这一部分哈，总统府跟行政院这一部分呢，耐震评估确实是还没有做，不过它是文建会在管。不，署长，我这样听起来哈，是全国最危险的建筑物就变成在中央政府，包含总统府，监察院也是啊。建安也是古迹啊，好，然后呢，立法院也都是老旧的，然后大概只有司法院会不会比立法院好一点，我不知道。考试院比能比司法院还好一点，因为它是有新的建筑。所以如果说我们中央机关的中枢办公的主要的文官是身处在不安全的建筑结构当中，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特别请何所长上来，就是说我想请教何所长，我们现在除了对这些老旧的建筑物以外，我们国家现在对新的建筑物里面它盖的时候，我们现在经常去买房子说什么钢骨结构什么结构，我们现在建筑研究所我们现在有没有去建立评定，就是地震的那个耐震指数有没有？报告委员，事实上建筑研究所在这方面有花很大的这个心力。是我们从民国63年这个旧的这个耐震规范呢，到71年我们修过，86年也修过，91年的修过。那最近的是在民国99年准备100年了，再公布新的耐震规范。所以我们的耐震规范目前跟全世界的这个耐震规范的这个水准是这个一致的，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有民间的建筑业者跟我反映说，我们一直没有建立出那个所谓的，他们叫耐震棒，是不是？就是那个建筑物的时候，如果它要耐震的话，它某些基础结构的话，他认为说那个棒的那个棒数的那个我们国家的标准一直没有建立出来。我现在没有办法非常清楚这个委员的这个对问题。如果说是说对于这个混凝土或者是钢骨，它需要达到的这些强度是或者是它的韧性，事实上这个在我们耐震规范里面有，我们制定出来以后，在营建署它在技术规则里面也在相关的规定里面都定下来了，所以是有可依循。那我请问你哈，你现在看我们如果新的建筑物的话，是它的耐震可以到达几级？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震度是在这个六级的这个部分了，是六级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是好，谢谢所长，你请回哈。所长，本席在去年10月咨询部长跟您的时候，我有问过，说在过去民进党政府时代，所卖出去的土地在属于营建署的部分里面，卖出去的土地它目前，我希望你们去一个月之内，你当时也答应过我说一个月之内要追踪这些土地的使用的情况，你当时答应我，但是你营建署没有做到，没有做到，我最近在检查我的这个东西，没有做到，你到目前为止没有答复我说所以我是说我要用书面拿资料给委员。对 啊我记得我们应该是有给，如果因为有那一份资料回去以后我们有整理，我们有整理，有整理，有整理。那我再回去我再查一下，对，是不是这中间有传递？因为我办公室没有收到，这样。所以我现在要回头来问，那你既然说你有整理的话，那你还记不记得，就是说你们目前检查出来，因为到你任内的时候你们没有再卖了嘛？没有在卖任何的国宅土地，什么都没有在卖了。就除了新市镇。新市镇以外嘛。对。除了新市镇以外你们没有在卖了嘛。没有。对。那你现在就记忆所及，你查过去的政府时候所卖出去的土地，你们追踪它目前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没有闲置？有没有囤积？有没有当然可能所谓囤积就是在那个地方它等着景气要变好，一定很多嘛。有部分闲置一部分，而且都在都会区，对不对？在都会区，都在都会区嘛。对啊，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们应该去做一个整理之后，你应该做一个处理
那我想请教你，如果要做处理的话，怎么处理？以现在的法规，因为以前是那个是以前卖的嘛，对，可能站在营建署的立场，我真的还要研究这个，所以因为我们已经卖掉了嘛，对。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政府应该表达出你的立场嘛，是要很明确表达出你的立场嘛，或依照公信嘛，或把它公布出来嘛。是你在营建署网站把它公布出来，就是我卖给你这些东西，当时那结果你都没有做使用嘛，你在这个地方囤积这个土地，哦，而且可能变相的等等各方面，我觉得你政府要表达一定程度的立场，表达意看法是可以的，因为当初在卖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附带条件的哈，就我是说以前的哈。当然，委员的意见提醒我们会来做，比如说把它公布在网站上面，对，应该是做得到了，做得到嘛哈。好，那就请尽快能够在下午把这个资料给我，好不好？好，让我能够知道这整体的这个情况。好，好，谢谢，麻烦我请江部长。委员好，部长。这台南市市议员王定宇这个涉嫌侵占八八风灾哈，这件事情啊，我想请教，这里面凸显一个问题，他当年是用一个机关的一个社团的名义去申请，向内政部申请要募款，然后所设定的账号也在彰化银行大汉分行，那结果事后他用个人的名义，而且也不用这个银行的账号，那这里面凸显出一个问题。现在中华民国每一次申请募款的团体那么多，我们内政部到底有没有事后去做简单的查核？向委员报告，只要是合法申请的，我们都有公布上网，并且在年度结束的时候会进行会计查核。那如果你年度做会计查核，为什么这个事情内政部没有发现到他有所谓的涉嫌侵占，或者是没有按照他所申请的方式来募款？为什么是等到检调机关去查了，你们才发现呢？我向委员报告，这个案子呢，事实上是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委员刚刚提到的，这个王定宇先生曾经以财团法人台湾粉条额文化协会的名义，正式向内政部在莫拉克风灾之后提出要申请一个专户来募款，那这个是合乎规定的，我们也准了，那就是设在彰化银行大安分行的这个账户它确实也有进行募款，到上个月对不起，上个月2月28号为止，我们的资料显示是进来总共有1600多万，对，然后呢只用掉大概400多万，所以现在剩下还有1200多万还没使用，算是未使用款还蛮多的，这个是属于这个账户部分。那另外呢，他却用自己个人的名义，个人的一个账户，也在电视媒体还有广播电台等等对外去劝募这个风灾的善款，那个部分呢是违法的，因为那个部分他并没有向内政部提出申请，我们也不知道他有做这个行为，那当然也没有核准他去做这个事，所以那个部分来讲是违反了公益劝募条例里面什么单位可以提出这个劝募的申请，个人是不行的，而他是以个人方式提出。第二个，他在劝募的那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那个账户的存在，一直到有民众来给我们检举，我们就去查，那么查了之后，现在检察官已经在处理到底他那里面募了多少钱，有一说是600多万，有一说是300多万，这个部分我们不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那个行为本身是违反公益劝募条例的。那么如果说有涉嫌到刑法的部分，检察官会处理，违反行政这个处罚的部分，我们已经责成台南市政府要按照公益劝募条例的主管机关，就地方主管机关的权责去加以劝止，然后要求他把这个募进来的那个账户所募进来钱必须要返还给所有的捐款人，如果他限期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就开始开罚2万到10万之间，并且可以连续处罚到一直到他真正去这么做为止。部长，所以你刚刚讲说他原来用那个社团的名义叫什么粉条额，粉条额文化协会，那如果粉条文化协会这一笔钱现在还剩1000多万哦，是，那等于说一个八八风灾他只
募捐了1600多万，他只拿出去1/4左右，其他1/4都还在他这个账户当中。那你们有没有去做查核呢？依法你们也可以查核啊。所有莫拉克风灾的这些账户，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民间的账户，我规定我们社会师就是在年度中，每年年度终了的隔年1月到3月的时候，由会计师团队去查核，所以这些都有查核。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公益劝募条例相关的问题在引起讨论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假如说这个被查的单位他募款的这个使用效率很差，我们民间可能大家以为他应该已经用到80-90%以上，可是他只使用了20-30%的话，那么又怎么样？因为目前公益劝募条例里面并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在多少的时间里面把你募集的钱用完，这也是为什么在经过上个礼拜的一些争议之后，我们内政部基本的立法方向是希望能够跟民间团体商量好之后提出修法，让公益劝募条例这个各机关所募得的款项有一个使用的上限，以免它放在那边久而久之变成是个人的或者是该团体的一些营运的经费，而外界没有办法去稽核。因为台南的朋友是说，王定宇议员当时是用这个粉条协会的名义，可是他同时是把他个人的募款跟这个粉条协会混在一起，他把它混搭，所以这里面也凸显出，因为刚刚部长那个讲法基本上我可以接受，问题就是如果当时有一个查核的机构或查核的人员去查核的话，就会发现他实际上在募款的时候他是把它混搭在一起的话，就比较早能够发现到他涉嫌违法或者不当的事实。向委员报告，当然我先愿意承认，就是说整个政府不管中央或地方在查核的能力上面这个人数是有限的，所以以台湾这么大，各个地方如果说有一些特别是乡镇市层级这个协会那个基金会，他们要是自己偷偷摸摸对外已经开始在劝募，但是一般的民众不知道说在捐款之前还得要先问他你有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如果这样的话，那种隐性的看不到的这种私募的行为可能是存在的。那么政府机关毕竟不像就是一个监视网，说我们随时在注意谁有没有，但是我们完全是开放给民众检举的，任何民众只要发现有人在哪里发动劝募，但是你觉得可疑，他好像没有得到政府许可，欢迎检举。我们只有靠所有的社会大众来帮我们共同做这件事情，只要有人检举我们马上就查，那么发现的话就处罚，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机制。那么在将来如果说可能的话，我们会跟民间的公益团体的这种自律的一些单位或者是一些善心的民间企业，也许大家可以想办法把这样的一种公共督察的工作做得更好，让刚刚委员所讲这种混搭的情形啊，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形，我们能够更早的就把它发现出来。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所有的社会大众经过这一次的讨论，大家应该要知道有个概念，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公益劝募条例的，根据这个条例，任何一个个人是不能够用他的名义随便对外宣称他要募款，这其中必然有诈，他已经是违法。因为能够发起劝募的只有财团法人、公益社团法人、行政法人、公立学校这四种，所以任何以个人名义发起的所谓的风灾或灾难的劝募一定是违法的，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另外就是如果你觉得哪一个这个募款的单位似乎是有问题，欢迎你向不管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或者是检调单位来检举，我们都会处理。部长，这个例子哈，是不是可以作为公益劝募条例修法的时候一个参考？是，就是说他因为混搭挂羊头卖狗肉，像您刚刚所谈到的，是，所以如果以后有类似这个情况的话，应该要从此就取消这个粉条儿协会的他的募款的申请。是，了解。我觉得应该要做这个连带的这个处罚。是，否则的话以后混搭的情况会继续再发生。委员刚刚所讲混搭，因为我现在还需要收集一下那个广告是怎么样呈现，是如果说他有利用混淆视听的方式让人家以为说你也可以捐这个账户，那是合法，也可以捐这个账户，其实非法的，然后来达到一个欺蒙的效果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会不准这一个曾经合法过的粉条文化协会，对，他以后要再申请募款，我们依公益劝募条例是可以不准的，不准的，因为记录不好。是，好，谢谢部长。好，谢谢委员。
请孔文吉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各位请那个内政部江部长，请江部长。孔委员好，江部长，那个今天我看了报纸哈、头版，有一个台南市的市议员叫王定宇啊，他私自这个招募这个善款，然后这个开设专账户啊，然后呢这个钱发现并没有说全部捐给灾区了啊。那这个这样的一个动作，照我们公益劝募条，公益劝募款，这个应该要负什么样的法则？向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案子已经移送给台南市政府，然后也移送给台南地检署在侦办，它会涉及两方面的这个侦查，就这个刑事的部分，到底有没有涉嫌到诈欺、侵占等等，这一些会有检察官处理。那如果是就行政法的部分，他的这一个行为，也就是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然后就对外公布了一个募款的专户，然后收集这个募款，但是这个募款呢，不管他是用于公益也好，用于他私人的其他活动也好，都是违反劝募条例的规定。对，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依劝募条例的程序来处理。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法则？可不可以讲清楚？有法则，那就是。对于这种未经许可的发起的劝募，当地方主管机关发现的时候，先予以警告，要求他把所募得的款项返还给所有的捐款人。嗯，如果他在限期里面没有把所有款项返还的话，那么就可以开始对他裁罚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行政罚。这个行政罚可以按次连续处罚，也就是一张又一张的开，开到他最后受不了，接受并且去缓缓他的这个所谓，只有罚款而已吗？有没有刑法的规定？就是如果说就公益劝募条例的部分来讲，我们就是行政罚。这个算不算是贪污啊？不法所得贪污？向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我还没有深入去研究。如果说假定这个钱还是在他的妻子的名下的账户，我们是由检察官来处理。妻子名下的账户还没有捐给应该补助的对象的话，是。那这个算不算是贪污啊？向委员报告，只要是涉及到刑法方面的问题的话，我想还是由司法单位来回答会比较妥当。但是就作为我们行政部门的一个监督主管机关，我们可以回答关于他是不是合宜劝募条例，以及该怎么样处理他，这个我们来处理。所以我想说，这个王定宇先生啊，听说这个虽然是他已经获得了民进党的一个立法委员的这个提名了哈。那可能他的提名资格也可能也会被取消啊。这个我们也不评论，这个应该是由他所属的政党这个报纸所登的决定，报纸所登的可能了啊、我是想可能，所以我觉得类似这样哈、就是我们台湾的风灾天灾特别多，特别从莫拉克灾区啊，什么善款很多，有的捐给红十字会啊，有的捐给什么慈济啊，有的是捐给个人，那甚至也有从国内、国外、大陆都有。那我是希望说，这一次在修法的时候，好好把从国内的善款、国外的善款，还有这个大陆的善款，要做统一的一个管理，统一的一个法律的规定。是，因为这个善款不是个人的，是大家这个有爱心的人士捐出来的钱不能据为己有。哎，哦，那我觉得说。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善款啊，真的一定要做一个统一，而且我希望内政部啊，将来就主管这个部分。是，你不要把那个什么大陆的善款所得啊推给海基会，推给陆委会，海基会跟陆委会怎么会管得到大陆的善款？将来大陆的善款是不是由内政部来主管，好不好？是，向委员报告，将来这个因为这个法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所以当我们修法之后，对于境外的善款的进入，原则上我们还是会负起最高的那个责任。那其中需要对外单位的这个协助部分，包括说像这个侨委会、外交部或者是陆委会，我们会请他们帮忙，但是就整个善款的这一个流向管理，我们会负起最高的责任。之前我就提过这个事情哦，你说你们大陆的善款管不到，那要问海基会跟陆委会，我说我去问海基会跟陆委会干嘛？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这次修法哈，把这个所有的善款，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啊，捐给个人还是捐给什么，你们要做一个统一的规范，要公开化、透明化。那最重要的是说，这个是善款，不是自己个人的，哦，那如果是个人的话，那不是这个不法所得贪污吗？是，谢谢委员指教。我想对这些事情，在莫拉克之后，我们朝野还有官方以及民间都学到了很多。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过去这一两年所发现的一些存在的问题，转换成一个具体的修法动作。我希望到时候公益迁墓条例送到大院来的时候，大家能够鼎力的支持，因为我们修这个法之后，将会使所有的善款的进出跟流向更为公开透明，而且国家也能够扮演起该有的监督角色，不管它是来自国内或者是境外。好，我希望部长多努力了，好不好？谢谢。那个，可不可以请那个营建署的署长？请叶署长。公务员好。署长，你这边有一个附表哈，一百年度既有四期道路景观与人本环境改善计划，如列了整个从全省的这个你们那个人本环境改善计划核定工程跟补助经费表，是非常的详尽。是，但是本席非常的遗憾呢，原住民族地区哈，这么多项只有一项而已，就是南投县仁爱乡的那个什么雾社地区的这个道路景观与人行环境改善计划，是是，百来多项，你三地乡你只有百一项，那个署长，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这个人本环境改善计划怎么申请？这个本席一直想申请的，申请不到，这个程序是怎么样？你可不可以说明？那个委员跟委员报告啊，就是大概应该是乡公所哈、啊，把计划提出来，然后报给县政府。那县政府他会做初审，啊，把县政府案子送到营建署来，这个程序啊，行政程序大致上是这样。那县政府排列优先顺序嘛？对，他会排。好了，那我现在要谈的是说，你这个预算是县长帮你通过的，还是立法委员帮你通过的？当然是大院帮我们通过。我们帮你通过啊，但是这个你们弄到各县市。那我们委员关心的，好比说我关心我们那个三地乡的，我们是希望说，哎，那边乡公所没有这个经费，县政府没这个经费，我们希望营建署用这个啊，这个生活圈的哈，这个人本环境改善计划来改善那条路，我争取了三年，到现在也是没有效果。那个委员是这样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呢，因为县政府也许在他的施政顺序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委员如果有案子，我们是由营建署可以直接跟县政府来商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委员刚才说，你有某一个地方申请三年，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这个真的，我真的啊，我看了这个，因为我觉得说唯一的解套的办法肯定就是你们那边了。但是这个你看，这个没问题啦。委员现在这么多项，我们原住民的只有一项而已。报委员，因为最近行政主计处对于这个拨款，原来我们都是必须要透过地方政府上来的，那行政主计处也有一些解释的，就是说立委关心的哈，是我们认为很迫切需要的，但是呢，透过乡公所、县政府一报，县长说那个不是很重要，排列优先顺序把它排在最后面，没有入选。那所以我刚才会问说，你这笔预算是县长给你通过的，还是立委给你通过的？如果是委员有这种情况，是可以用委员办公室的函给营建署了啊，我们会来处理。啊，那个另外的话，那个梅山国家公园哈，高雄县的梅山国家公园，现在你们改善的进度现在怎么样？应该是玉山国家公园梅山村，是不是？是不是？玉山国家公园梅山村哪一部分是？边坡电源啊，道路啦、啊，什么都弄。现在是这样哦，跟委员报告，就是说那个边坡的整治啊，已经花包了哈，大概1600万，现在正在做哈，做好了以后，对梅山地区的安全有很大的帮助，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这个梅山村的部分，也就是说玉山国家公园，它正在做第三次的通盘检讨。那梅山村一直想要把它就部落的那一部分的哈，
划出国家公园范围。那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一也有开过专案小组会议哈、哦，那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啊。好，署长，那个营建署现在也有这个组织法的改造嘛哈、哦？是。那将来营建署这个国家公园是在哪一个部分？环境部，在环境资源部。环境资源部是。那我们营建署未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哪一方面？营建署未来在组织改造以后，它变成四个部分，国家公园在环境资源部，那还留在内政部的有一个成立一个国土管理署，那包括就是我们综合计划、都市计划、建筑管理、城乡住宅等等这一些会成立一个国土管理署。那另外一个专门在做真正的在做工程的啊、包括道路、下水道，不是下水道，道路桥梁，还有我们代办工程，这个数量蛮大，会到交通建设部成立一个叫做基础建设师。那下水道的部分也是移到环境部去，大概就这四个部分。那营建署呢？营建署是就完成任务，就没有。不存在了是吧？哎、欸，不存在。哦，不存在了。是。那我们署长未来你是想往哪个地方去发展啊？我因为年龄已经非常接近65岁，所以一方面，当然我一方面因为我是公务员，当然我必须要听从长官的命令。在参考我自己的人生规划，我是大致上是这样。那个署长，你这边一组织改造哈。我看你这个署长都变没有了，哦，而且国家公园都不是归你管了，你这个权限被缩小很多。不会不会，这个因为整个行政院组织扁平化，那未来要有更大的目标，那当然行政机关是应该要配合。我是建议署长将来到环境资源部了。是，谢谢、哦、谢谢委。国家公园太多了在那儿。谢谢委。好，是。谢谢孔文吉委员，请陈明文委员发言。直接请营建署的署长，请叶署长。陈委员好，好，署长好，我想我今天要来跟您主请的是有关我们故宫南院的工程进度哈。我想，嘉义故宫哈，一直是咱嘉义人哈。引颈期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啊建设哈、哦，所以听说上个月我们的故宫南院的主体工程的设计都已经招标了是吧？对对啊，设计标，哎，设计标现在是谁得标？对不起哦，因为得标的厂商我没有那个名字，我没有记啊。哦，是确定是已经招标成功，哎，哦，这就很严重呢。故宫南院的主体工程的设计标是谁得标？你营建署长不知道？跟基本是在公鸡俩公鸡啊，几条鸡公关啊？不知道了？怎么？因为不是不会不知道吧？不是了，这么重呢？这样的还是你用青菜来给他引呢？我是最严肃的呢。本来那个我们非常期待是故宫主体工程的设计，他现在的设计现在已经完成了没有？还是只做得标？那你站在你叶司长的立场，你现在是要如何去监督他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情况啊？你还要怎样？怎么连谁设计都不知道？设计当然只是设计标了哈、哦，建筑师的设计标这个是完成了哈、哦，招标嘛哈、哦，招标、哎、啊，你设计要一段时间嘛。那因为在署里面的分工哈、哦，这一部分是苏副组长在负责，因为以租企业了哈、哦、啊。不，你是对立法院，你是对立法院负责的哈。是。那我今天要问你，现在的故宫南院的主体的设计标，我看不出来啦。好有年轻，但是你唔知啊，是大研建筑师事务所得标是吧？是姚仁奇建筑师得标是不是？是是。那个设计图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看？设计图概略的，它只是一个。啊，安尼哦，真正哦，啊，你都无咧关心，你都没有关心故宫南院，我现在搞好你的点头环路，啊，
你连设计一开始的设计你都没有关心，你看看我实在是哦。故宫南院的主体工程现在的设计是谁得标？现在的设计模样子模型是什么？长着什么样子？恐怕你都不知道。我有看过报告委员，那因为我刚才跟委员报告这一部分，因为在我们署里面的分工工程那一方面，真正的执行是叶署长离谱啦，离谱，真的离谱。今天虽然是你副署长负责的，但是已经结标了，图也出来了。今天你在立法院，我在问你了，你一问三不知，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我记得我上次也特别提到问你说，为什么我们故宫南院不去这个进行国际标？那为什么只有国内标？那我今天要问你这个环节，你们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国际标哈，它所需要的时间，那我们以前就是开，我不是说我们呐、啊，我就是故宫南院呐、啊、哈。对，以前它就是开国际标了。对啊，现在国际标跟国内标有什么差别啊？有差别，为什么？在时间会有差别，差多久？他们跟我讲了啊，最少会差三个月以上。哦，三个月。那第一个，这个是说，为什么不提前？这个是故宫，我说，我们当然是因为我们是受委托者，营建署是受委托者，那真正的业主是故宫，那我们有跟故宫商量过。那第一个当然一个是时间问题，那第二个你有国内标。但是国内标他要去邀请国外的建筑师来做顾问，这当然我们非常欢迎。那你如果开国际标的话，那的国际标他必须要有国外的业主。我在机会，我站在嘉义人的立场上，哦，故宫南院是盖在嘉义，不是平白盖在嘉义呢，是嘉义人嘉义县政府是向台糖买了这70公顷的土地赠送给故宫呢，哦，所以这很重要呢。所以这话有分股东的呢，所以你这样要去什么，不能凊彩后面去一呢，你也总是要让家里人了解知道。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建议说，如果能够邀世界有名的建筑出来，那是最好啦齁，那最好。但我们不了解后来为什么不开国际标，就开国内标啦。那当然姚仁起建筑师是台湾有名的建筑师啦，这个我们不否定他啦。好，但是我们只是希望说，如果有世界有名的建筑师能够参与故宫南院的这个重大的一个文化建设，这个建设是百年的大建设哦。哦，我想如果是能够好好的规划的话，那对于这个整个台湾的一个啊文化的一个博物馆的一个水准的一个提升是有帮助的哦。哦，那我曾经跟你讲说，诶，我们发现我们宁国的像安藤忠雄，他那一种设计博物馆的那种风格啊，事实上是不错的。那当然今天我不了解说后来哦，我们为什么没有去进行所谓的国际标，你的理由就很简单，一句话告诉我说，差三个月啦，哦，差三个时间啦，啊，那这种讲法实在是我们很难去哦接受啦，就是讲他好像差三个月。哦，一个故宫南院，你已经拖了三年了呢，你知不知道故宫南院为什么会拖那么久？啊，马英九要选总统的时候，到嘉义去公去遐港宣布讲吼，我们会一定会在2011年就要完工呢，开馆呢。后来到了321县长的选举的时候，又去宣布一次呢，说我们最慢2012年呢，啊，起码讲什么都要105年才能够啊，哦，这个完工啊！我要请问 A 署长，可不可能？我们是计划在104年年底完成试营运的，好，这就是说以现在的时程的这个排序的。那刚才委员所质询的啊，其实大研建筑师事务所姚仁喜先生，他在公共建筑哦，不管是这个高铁站，或者是在博物馆。啊，像这个南洋博物馆或者其他，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建筑师。我想他在国际上也非常有声誉，应该也不会比说我们今天开国际标的结果。啊，我今天哦，我今天只是要提醒你而已的哈，哦。今天好，希望更好嘛。姚恩喜，我怎么不知道他在台湾的一个建筑师哦，建筑界的一个地位哦，他也是大有名、鼎鼎有名的。哦，所以非常具有国际水准的一个建筑师了，
哦，但是咱讲的，就讲故宫来呢，背后我当然想，乃当个邀请世界更有名的建筑师来设计，那是更好啊。哦，但是如果我没有提醒你姚元喜来得标，来规划，来设计这个故宫博物院，你一开始你还不知道嘞，对不对？那可见他连对你内心感到震撼都没有嘞，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哦，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是希望故宫南院在一开始的设计上，叶市长你是专业的，为什么故宫要把这个故宫南院的整个工程啊，这个全部交给营建署？这就是营建署才是真正的懂工程的嘛。啊，不，以前我们营建署是非常不得已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得已。这个、啊、你为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当然知道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故宫南院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办嘛。故宫南院三年只有办了什么事情？结 PCM 啊，对不对？结建筑师，结规划团队，就是负责把这个结全部，这个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馆内的这些啊这些设计规划的，哎，也全部把这个都把它解约掉，都给它杀当，都给它做起来看过呀，都是解约所有原来所遴选的这些公司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解约，要花这么久的时间，然后重新再来这个遴选。那当时我记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从2001年开始争取到2008年，这几年中间，我刚才讲嘉义人宣传一项代志，就是讲故宫南院的主体工程的设计，就是有义山的意向，有阿里山的意向，哦，那这个都是这整个故宫南院的一些古堡文物，哦，具有文化典藏，哦的一个，包括这个教育哦展览的一些功能。但是今天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姚仁喜建筑师他规划的一个模样是什么。哦，事实上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到底他的规划的一个精神内容在哪里。报告委员是这样齁，在参与竞标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概念设计。这个他得标以后，他一定，因为这个其实业主齁，业主是故宫啦。那故宫一定会跟嘉义县政府还有姚仁喜先生在设计的过程，当然他是必须要跟嘉义地方政府要好好去讨论，才会有一个好东西出来。不，我们看到是那一天他有一个设计图出来了，那这个图是不是就是已经确定的一个设计？我不了解。那个、通常我现在要告诉你，就你现在是主管的这个工程的单位，那你要很清楚，实际上整个设计过程中应该要跟在地的地方来做一个沟通，能够融入在地的一些精神，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我想会更能够彰显地方啦。当然，以姚仁喜，我所谓在地的，当然就比如说嘉义的义山啊，这种意象啊，这个包括阿里山啊等等，怎么融入在这个建筑主体里面？我想这只是我要提醒你啦。是。我不知道讲，基本是已经告诉你，听说我在急，甚至我在这里在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再一次提醒你，今天我看到听说是主体工程的设计图已经发报，对不对？我跟委员报告，他因为他3月21号决标了，我知道了。3月21号决标了。我今天没跟你讲，就讲基本我听他讲是讲主体的这个主体工程哈、那现在剩下的这个景观工程是不是设计图设计标准就结了？跟委员报告，营建署现在所负责的只负责中间那个主体工程。那我过去也在问你啊，为什么不把它一起呢？我还是认为故宫他对工程不是很内行。那为什么你们现在起码我以前讲这个也是花包了，那这个你们也已经花包，也是结标了。标花包。那你们两个都结，那以后的这个界面怎么连结？怎么连结嘛？我都问你怎么连结嘛？因为业主是故宫啦，这个真的要问故宫，不是故宫的问题嘛？现在这个是你们，我们委员要了解，我知道委员非常关心，我是在关心的讲，你这个设计跟这设计边那个连接起来嘛？啊，你个分做两部分，那设计，啊，一种可以当做会做一遍的，啊，为什么这样做？那不是我分啦，是讲故宫业主委托我只有那个主体工程，不是嘛？我上一次也在这里执行过你嘛，我记得行政院秘书长。
林宗生也主持过会议，也决议，也是希望就是一起嘛。那我不了解为什么在设计过程，当然会跟外围的这个景观工程师需要配合，建筑师是一定会互相配合商量，只不过他不是同一家就是了。这样，市长，我想最后我要在这里叮咛你了哈，故宫南院是嘉义非常期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建设。那么既然你今天在这里啊，正式再一次的说明报告，104年就可以完工，就可以试运转我想我们是希望期待104年哈，104年哈。现在很多人出来挂波景哈，我两个议员，两个立法委员哦，伫嘉义讲，因看嘛拍甲讲104年吼，若无完工，因就要死，实在要死是即摆讲死啦。因为人工2011年，2012年就要人完工的啦。104年，唔知有哪做立委无，也唔知啊，你要讲死啥物？事实上应该指的是现在哈，但是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故宫南院能够早日诞生，好不好？是，拜托你了哈，谢谢。是是，谢谢陈明委员，请杨立环委员，杨立环委员，杨委员不在，请郭文成委员，郭文成委员，郭委员不在，请赖坤成委员，赖坤成委员，赖委员不在，请叶宜金委员，叶宜金委员，叶委员不在，请杨仁福委员，杨仁福委员，杨委员不在。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委员不在。请罗淑蕾委员，罗淑蕾委员，罗委员不在。请林鸿池委员，林鸿池委员，林委员不在。请简兆栋委员，简兆栋委员，简委员不在。请江义雄委员，江义雄委员，江委员不在。请刘胜良委员，刘胜良委员，刘委员不在。请钟少和委员，钟少和委员，钟委员不在。请侯彩凤委员，侯彩凤委员，侯委员不在。请吴清池委员，吴清池委员，吴委员不在。请曹尔忠委员，曹尔忠委员，曹委员不在。请吕学章委员，吕学章委员，吕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委员不在。请徐耀昌委员，徐耀昌委员，徐委员不在。请郑汝芬委员，郑汝芬委员，郑汝芬委员，郑委员不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今天既有潘维刚委员、陈秀晶委员、邱莹委员、陈福爱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内政部另以书面答复。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也请另外以书面来答复。另外我们也向邱莹委员恭喜哈，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好，我们马上开会了哈。好，请各位媒体朋友，谢谢。可以了哈，都是菜。好，我们特别谢谢孔文基委员、简东明委员哈，谢谢两位委员。我现在开始处理了。现在进行处理，营建署一百年度总预算冻结案十案均已动之，请问各位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第二，营建署一百年度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特别预算冻结案两案准予动之，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第三，建筑研究所一百年度总预算冻结案两案均予以动之，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以上个案均凝聚处理报告提报院会，我们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散会，谢谢各位。